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我现在在庐江东莫这边啊，打猪，因为我想要搞一个收集册。哦，这个其他类卖酒屠猪，哦，就是插这个二股叉跟合脚就可以获得体力加25跟武力加1的一个效果哦。那这两个东西的话，刚好都在庐江东莫这边。哦，山猪王的话会掉这个合甲，然后金翅猪的话会掉这个二股叉。哦，二股叉的话交易所有人在卖啊，卖10斤哦。那我想说我要自己打。好，不过我已经打了差不多20分钟了，好，还没有打到，感觉有点浪费时间哦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我刚刚在看这个频道的时候，有看到有一位玩家，就是那个我是来蹭的哦，他在收东西，我找一下哦，在哪边呢？好，在这边哦，说盘龙杖、千龙戟、千龙剑啊，一直都有时间哦。各位朋友，如果说你们有话可以卖给他哈，因为这个价格算是蛮漂亮的哦。之前的话，交易所有很多页啊，盘龙杖跟千龙剑都卖不掉哈，那他现在应该有在很少。因为我刚才在找盘龙杖的时候，已经没看到十斤的了。盘龙杖，只剩下一把11斤的。那青，我找一下青。青龙戟，好，剩下18斤的哈，18斤的。好，那其实刚刚盘龙杖啊、青龙戟、青龙剑的话，我记得好像以前的那个福袋，就是那个通关一般副本的那个箱子的，哦，里面的话好像蛮容易开到的。我以前都有留着哈，给各位朋友看一下好了。好，在这边等一下哦，我把对话按到普通这边来。好，因为我刚刚有放了，我刚刚自己有点开来看了。好，给各位朋友看一下瞬间的玉玺宝盒。好，这个就是以前通关那个50级的副本，好就会送的。那里面的话就是可以开装备啊。好，看到这边的话有6%级就可以开到青龙剑，然后有6%白狼蛇矛、二郎刀、朱雀扇、盘龙杖。好，那这些的话全部都是目前收集册会用到的哈。那还有杖二也是一样，杖二的话也有收集册。好，给各位朋友看一下哦，杖二，欸，不是这边，收集册，装备，杖二的话那算杖嘛，杖的话在这边，我找一下，这边，好，这边我刚好插杖二，我就可以解这个反应甲一跟智力甲二，好，开那个箱子就有了，然后青龙剑、青龙跟那个盘龙杖的话在这边，神龙之牙，好，青龙剑跟盘龙杖，那青龙刀跟青龙戟的话里面就没有了哈，这个可能要打王还是打什么打怪之类才有。那个朱雀扇的话，就是这个神凤之爪，好，还有那个凤穿钢矛，好，刚刚那个里面的话也有凤穿钢矛，哎，没有，看错了，是白羊蛇矛，好，那凤穿钢矛的话就没有了哈，就可能要打王了，打怪了 ，OK， 好，以前这个还不错啊，可惜哈，那时候留不够多啊，如果说留够多的话哈，估计现在还可以小发一点点的小财，啊，好，我看我们打到哈，已经打了20几分钟了，哎呀，不是啊，不是哈，不是合甲跟那个二股叉，好吧，哦，如果真的打不到的话，我就可能买交易所的哈，交易所这把十斤的，二股叉，好，这把，好吧，该买还是要买哈，再打5分钟，打不到我就跟他买了，拜拜。